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林。昨天我说想去万里长城，太感谢老铁们的邀请，还有网友推荐了我关注杨东老师，我太爱你们了。我以前在电视里面看，我不知道长城那么大。昨天我看了那个杨东老师拍的长城，我才知道长城居然那么大，我太向往了。我想去长城的地方就是山海关的老龙头，因为那边有大海嘛，然后我想站在长城最高的地方，然后对着大海唱我的大中国，然后唱完了逛完了，然后我就回来想吃个包子。那个地方可以骑着马，然后我想拍好多好多照片，然后我就发在我的朋友圈炫耀。